像这款反击破是我公司新进研发的新型的欧版式反击破，它跟这个普通的传统型原来的反击破区别很大，比如说它这个进料口腔比原来大，宽度大出了很多，能非常轻松的进行大料，而且腔体深度不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长了，包括弧形，包括进料的物料在腔体之内运转的这个弧形都有所改变，运行起来啊非常平稳，而且噪音小啊，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制作啊，包括质检我们有专业的质检部门，制作了以后每个焊放隔孔都是经过精密加工的啊。Heinang Yuhong Heavy Machinery Company, Yuhong Group.